很多人都说中国做鸭看广西，广西做鸭看南宁。今天分享一个凉拌柠檬鸭，只要你吃上一口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爱上它。视频比较详细，仔细看完必有收获。柠檬鸭好不好吃，调料非常的关键，一定要用笔记好。首先准备两个老柠檬、酸姜、山黄皮、教头、酸梅、泡椒、紫苏，还有灵魂甲篓叶。柠檬切开去籽，要不然会发苦，然后剁碎它。酸梅也是去籽，也要剁碎它，山黄皮也剁碎更入味，酸姜切成粗粗的细丝，教头也切细丝，泡椒斜刀切成丝，紫苏和甲篓也都改刀成丝，全部切好备用。再把隔壁飞过来的青头鸭冷水下锅，加葱姜、料酒，煮至熟透捞出。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头都想大了几圈，能否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心，非常的感谢。全部切好后，加少许盐、白糖、胡椒粉、白醋、花生油、生抽三勺，记得多放点，再倒入切好配料，用双脚翻拌均匀，放置29分钟即可开吃。天气热了，一定要收藏好做起来，非常的好吃又开胃。